好吧，好吧，好吧。哎哎啊，记上，记上啊！哇，真是的，这么多年手法还是那么快。嗨，这不都嫂子也这么说。那个，这包袱不怎么样，下回别用了。老狼，哎，你是不是没挨过打呀？对呀、啊，我没挨过打呀。拉倒吧，你挨过，知道吗？我什么时候挨过？你妈当年打你没打掉。什么乱七八糟的？你呀、啊、就应该给你打死，知道吗？打死我你就成孤儿了。我现在就想给你打死。干嘛？狼和野狼老师，您老师，我现在你说我跟你聊天啊，哪一句我感觉都现在都在陷阱里边，残不？啊，洗出来。你累不累、啊、你还行。嗯，这是一个好的捧哏演员，就是表演，真的好多人啊都问我啊，说那个德云社里边逗哏的来说谁强谁强，我说不聊，我说捧哏的都问我，你说他问我，你说你是于老师强啊还是孙越老师强啊？哎，对，问我这个。 那问到这儿了，那于老师跟孙越老师他们俩谁最厉害？问我这个的问题的人啊，我当时就回了他一句：“你怎么回的？”我说：“这里边为什么没有狼和岩？”我天哪！这孙越和好兄弟是这？哎哎，于谦、孙越里边为什么没有狼和岩？那我再问你啊，重新问啊，于老师、孙越老师和我捧哏谁厉害？于谦。啊。那这里干嘛非得有我呢？因为我不想让孙越垫底。合着就我是垫底的呗？不是，我捧你，德云社来说，哎，你仅次于老师、孙老师、阎鹤祥、周九良、那个杨九郎、那个王九龙、朱鹤松、高九成、我是个学员吧，老师。等等等等，我就想了解了解，等等等等是谁呀？别着急，老话说呀，你我不想听你这老话儿都，是不是？哪有一口吃成一个小黑胖子的，对不对？都得是一点一点的努力哦，一点一点的发光，自己努力。真的，这捧哏演员们，这都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啊！这句是好话还是坏话呀？啊，我那意思就是十年饮冰难哎，对了，老话说台上一分钟，台上几分钟，对不对？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你来多少是多少年了？十多年了。来十多年了，为什么不红？为什么不火？你看看你不是你红吗？你看看我刚才说那些，刚我刚才说那些，哎，为什么人家杨九郎红了，对不对？为什么？对，你看为什么那个周九良红了？为什么阎鹤祥红了？为什么你还不红？为什么你问半天，人家都说了，人家搭档红了，你呢？你还在跟这儿还二维码呢？你什么呀？我马上就要红了。你看大伙这敷衍了事的回答，啊！我不骗您各位，您各位可能还不知道。知道什么呀？因为啊，最近德云社来说的动作还是很多的。最近马上要拍一部电影，不知道您各位知道吗？8月14号应该在开，马上就开机。不是，这我们知道，这知道吧？天津那个。对了，选址呢？现在刚选址，然后不是这跟你有什么关系啊？里边德云社内部的需要演员啊，像我这种是德云社需要演员，跟你有什么关系？像我这种啊，像你是有实要实力有实力要颜值有实力的演员，我跟你说，你是要实力没实力，要颜值没实力。我演技我没实力。你演什么？你什么演技？你自己心里没个数吗？我演的电影你没看过吗？祖宗十九代。祖宗十九代。对，里边的四大名捕。你这个笑都足以让他尴尬一辈子。你看看吧，脚趾头都抠出三室一厅来了。祖宗十九代四大名捕有人名吗？是四是大是名是捕啊？是名捕甲。你看好不容易演个角色还是甲，人祖宗十九代人岳云鹏啊，不看岳云鹏人看个六啊，看你疯了。是，我就是客串一下。
但是我在里边很出彩，咱就不提演，咱就不提这部剧了，还不提这个了，哎，别提了，林子大了，林子大了啊，咱们知道吗？那网剧，网剧，对了，郭麒麟演的那个，对对，你都说出来了，郭麒麟呢？人家不看郭麒麟，人看个六啊，看你疯了，是是是，哎，第二部。能耐大了，哎，没有郭麒麟了啊，没有郭麒麟了，孟鹤堂主演的，对呀、啊，人家看孟鹤堂啊，不看孟鹤堂看个六啊，看你疯了，是是，来对，第一部、第二部都，第三部有郭麒麟吗？有孟鹤堂吗？没有，有第三部吗？没有，没有，你说个六啊，看你呀、啊。你们是不是疯了、啊、？Thank you, thank you。哎呦，我的天哪！你就不会演戏？我不会演戏啊！我真的很会演戏的。但凡给我一个机会，我一唰一下，我就迅速蹿红。怎么了？你这是还唰一下？有实力的演员，我真的是我会演戏。你听我跟你说，我不是跟你搬杠，也不是看不起你。我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咱们现在拍戏要负责任。对啊，知道马上就拍的那个电影吗？啊，虽然我不是演员啊，但是我是演员的统筹。统筹是干啥的？统筹是颠勺的厨师。我靠，就这还会演戏呢？都不知道演员统筹。老大哥粗，你就是伙夫。3年前我就给你预言了。3年前就预言了？对，你怎么不预言一言？你的右的韧带折了呢？这个。那是意外、啊、什么叫意外啊？我之所以这么说你是给你面子，咱们拍戏要严谨要负责，我是选拔演员的。您是那个戏选拔演员的？废话了，哎呦我的天哪，我没出汗。你早说一下，你看看这怎么，我往哪儿擦呢？这是真的？这怎么这不就？我就跟你说，你该努力努力，好好说你相声，你别演戏了，你演不了。我怎么演不了、啊？你票房咵嚓下去了。你给我一个机会，我演戏非常 v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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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autiful。怎么叫 beautiful？ 就是 good， nice， nice。你要亲谁呀？nice。行行行。行，我呀，我真没给你开玩笑 啊！说实在的，咱们合作十多年了，对不对？对啊。我这话说，该放水就放水。你要是真能行，咱就去。嗯、怎么着？您放心，我肯定行啊！我演技真是观众是认可的。不是。回来回来，怎么意思？我说我送他一个手绢，这是擦过狼和炎的汗的，你看上面。不要了，不要了，上面都有大油。怎么说话呢？这是这我那我这紧着给你机会，你不要是不是？这里有你的芳香，有你的汗水。别闻了，这会儿还腻得慌呢啊！你要真这么说啊，我给你机会啊，是不是？别说三哥哥的不给，漂亮，好不好？谢谢你，哎、谢谢你，没事没事。哇，好黑呀、啊！给你机会啊，咱们试一下戏，试戏好不好？你不是说你我记得我说试戏潜规则？对对，什么？不是二维码吗？这不是二维码是不是？谁给谁二维码呀、啊？这是？给给就是没有没有啊！你要演得好，咱们到时候再谈报酬劳务。二维码不要了，咱们先说一下，我给你设计场景，设计场景。好，你说设计场景啊，就是这个，在一个后半夜狭长的一个就夜深人静，兄弟你不行就换换中医好吧。我是西医刚看，你哪儿的事儿？你突然一个炸猛子似的。对，你看，咱赶着夜深人静的时候。我这个时候不需要 BGM 啊。BGM。这是干嘛呢 ？BGM。BGM。BGM 都是这个 ，club club 恰恰恰。要不说您是老戏骨啊？哎，这个样子我喜欢，一对不要脸。哎，在一个后半夜，狭长的一个小胡同里，夜深人静的狭长。兄弟，你先听我这边好了啊。后半夜狭长的小胡同里边，有一个下班的妙龄少女，偶遇到了一个喝多了的醉汉。哦，就这么一个场景。然后呢？然后啊，你看相遇了，这喝多了的这个，撒酒疯。
然后这个妙龄少女一看呢就特别的害怕，你要把这个感觉演出来，就演她那种恐惧，对，醉汉那种那个无赖的样子，就彪悍的，那就那赖呀，耍酒疯，对对对，你行吗？你放心啊，我太行了，没有拿捏不了的，我就是奥斯卡欠我一个影帝。我觉得奥斯卡欠你一个扫地。我去那儿车票都不够，我下头你可以爬着去，你可以啊，行，你要真说行，咱就在这儿来一回，来一回，好不好？来一回啊，咱就拿这个啊，就当是片场了。行行行啊，咱布置布置。我来这个醉汉是吗？看我那演技是吗？你来醉汉啊？哎，行行行，那你来醉汉，那我就跟你搭个戏，我来妙龄少女。没嘛，没问题，没问题。啊、喝酒来说，我六队有名啊。啊，对对对，刚才这里边这捧哏的高九成，六队酒蒙子。对，是。我说你怎么跳这醉汉这角了呢？王总喝酒有生活。对了，可以可以可以。老话怎么说了？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行万里路不如阅人无数，阅人无数不如名人指路，名人指路不如咱们喝酒不管不顾。嘿，真行，有生活有体会，喝酒那对走心了。当然，那咱来一回，来一回，来一回，咱搬搬桌子，搬桌子，把这胡同布置出来。哦，行行，这是胡同是吧？来来来来。行，也不用太靠后。行啊，就这样就可以了。然后啊，你醉汉，嗯，你从那边来，那边来，我从这边来。好好好啊。哟，干嘛去？干嘛去？喝点喝点去，走，聊聊天。啊？你是个醉汉，怎么跟打了鸡血似的？干嘛去？喝点酒，咱们聊聊天啊。就你男性，你阳刚的一面表现出来，我喝阳刚一些。我喝酒之后很俏皮的，喝完酒之后。我不要你俏皮，那你俏皮，那妙龄少女怎么演呀？啊，就是演员得有冲突，对不对？哎，这韧带还没好。预备 ，Action！ 哟，美女，咱们。喝点酒去怎么样啊？过不去。那不是就不是了。你是筷子卡嗓子了是怎么了？阳刚的男人，阳刚没有让你表演话剧。哦，我只想踢你的屁股，你像发了霉的橙子。这耍宝他能耐着呢，你行不行啊兄弟？不是生活化。生活，生活话，你喝醉了，这大老爷们很简单嘛。啥呀？对对对，我喝醉了，对对对，对不对呀？就想起我一人撂倒七队，我想起来，哎呀，就是的呀，你能喝那劲，把那劲儿打出来是吧？对呀。行了，再来吧。Action！ 呀！啥意思、啊、啥意思？怎么意思啊？那些花随便挑挑。你要给我跪拜是吗？我给你跪拜什么呀？是不是看着 我都真的快给你跪了。贺罗怎么、啊、你要演的什么？喝醉不等于喝睡呀、啊、你这都醉死过去了。我一人干倒他们一队，我躺会儿还不行、啊、兄弟你要记住了，你是表演，不是让你喝醉，你明白吗？你这一下呱唧堆地上了，那后边的戏怎么演？哦，冲突怎么演？哦，搞这感觉，对不对呀？喝醉了的感觉，你不能说这样。那你说，就喝醉了是喝醉了，表演是表演。来来，我知道了，喝醉喝醉。明白了吧 ？Action！ 我给你介绍一老中医，扎着针去吧。干什么？干什么？您这都弹弦子了，您这是喝醉不颤颤巍巍？我这你喝醉没让你喝出后遗症来呀、啊？这是 啊，喝醉，酒个了一滴。就喝了一点，就喝了啊，就喝了一点，就喝了一点，而且不少。耶耶，少个来来，再来啊 ！Action！哎，
你来，你给我解释一下什么意思啊？喝多了得吐吧？喝多了要吐？喝多了吐，人直接喝完了就吐了。你看见我什么意思啊？不是，我看什么不是？看着你就刺激，我模样刺激你吐的，那跟喝不喝没关系。不是你长成这样，你说你跟个桃罐子似的，你真的不是你太难了，兄弟，你要这样哥帮不了你了。我这你明白吗？不是，那我再跟你说一遍，表演看的是什么？看的是人的内心的独白。你看看，我跟你说，是因为我，你看我这状态，我实在是忘了，因为我真的好久不喝了。自从我有一年喝完酒之后啊，去岳云鹏家给他拜年去，我去跟他聊聊天，结果他那徒弟跪地咣咣给我磕头啊。那时候我也喝点酒了，我就咣咣给他回磕呀。然后我就把我兜里的那个钱和手机里的钱都给转没了，从此之后我就忌酒了。我不管你，那之后我就再，我明白，就是你不喝了呗，没有那感觉了呗，但是你得有表演的感觉，你明白吗？不是说我要演一个醉汉，我就非得去喝，我就非得去吐，我表演能力强，让我演什么都能演，我演醉汉能演，让我演姑娘我能演，让我演大小子，让我演老太太我都能演，你明白这一点吗？那这样你来醉汉，我来这姑娘行不行？你看他又来姑娘了，你不是看演技吗？对呀、啊，演技呀、啊。眼睛我人家都说我风韵犹存呢。是您这有空就别存了啊。行，你风韵犹存那个妙龄少女啊，纤纤细指，纤纤细指，这都快跟凤爪似的了。行，你来这个这小姑娘妙龄少女好啊，我来这个喝醉的这个啊，好来。哎呦，怎么了？不是，什么情况？为什么沉不沉不起来乎？那哪啊？西土了？不是哪个？你演妙龄少女了？我醉汉，你看着我吐了。我这就你乐最开心，我跟你说。好，我不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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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应该吐，对不对？你吐，对不对？我也不吐，我不是说演醉就得吐，咱俩得有冲突，后边你得有恐惧的那个。哦，我知道了。哎呦，我的个乖乖 ！Action！ 以后少喝点。回来！这家伙，这是我媳妇儿，你看没？几点了才回来？一天天活活不干，碗碗不刷，还不开，就知道这喝点马尿回来耍酒疯，能过不能过离。这是去你的，馋不了瓢杯戏啊！我跟你说啊，你演的是妙龄少女，不是结了婚之后的，不是我媳妇，我还挺像。你不能这样，你这个温柔一点。啊，温柔一点好不好啊？我觉得这样挺行。你这是温柔吗？你这不是彪悍吗？这是两口子呢。Action！ 哎呦，真是的，怎么回事啊？我跟你很熟吗？你不要温柔一点吗？是谁？大郎，该喝药了。你不要再加戏了，你才是戏精呢！你这个，啊，你看你要温柔点，怎么就这一段两三分钟的小品，你拍成个连续剧啊？温柔一点也不行了，你这太温柔了，你明白吗？就你记住，我是醉汉。那你给我个方向。我是醉汉，你哎呦，这还叫方向？你我应该怎么演？你刚下班，黑胡同，月黑风高，不用这么夸张。妙龄少女遇见我这么一喝多了的醉汉，你首先你得是害怕呀。哦，对了，对不对？你就害怕，又怕。我这马上回家了，这怎么跟狭路相逢遇着这么一个呀？我还错不开。哦、害怕，对吧？我一看上你，哎，这小姑娘挺好看的，我那意思找你喝点酒吧，亲呗，我就往你跟前凑了。你一凑，我一凑完了以后，我呢？你这，我这跟你肯定那是拒绝呀。我说咱喝点酒去，你得拒绝呀。啊。对不对？你一害怕你就拒绝，害怕拒绝，拒绝完了以后呢，我就说，哎呦哥，我这还得肯定往你身上凑，因为我喝多了嘛。啊，然后你就得挣扎，
哦，害怕拒绝，哦，挣扎，对，挣扎呀，挣扎完了以后，我大老爷们儿，你这个弱小的这个女子，你就只能求救，哦，求救，你一求救就有人来帮你了，快来救命，快来救命，是吧？对了，哎、你给这几个方向，一下不就明白了吗？内心戏，我知道几个关键词是什么。首先是这个害怕完了拒绝，然后挣扎，然后求救。好嘞，明白了吧？再说一遍。害怕、拒绝、挣扎、求救，来吧，我可都告诉你了啊！行了，人家说这副导演太难了，这是。来，Ashley，美女，一人家门啊！哎呦哈，吓死我了！这怎么了？啊、哦，干嘛？干什么？我还就喜欢这样的，你看，哎，早拒绝，拒绝，走位。走起来，你干什么？这什么？你别，劲儿可真大哎！挣扎，走什么？还有，这求救，救这球吗？救，快来救救这球！你还真行，还行，你跟我走吧，咱去拍戏。做 CT， 别说了。相声学韩语，表演者张鹤伦、郎鹤炎。哎呦，谢谢！谢，哎呀，是喊大黄的，你说说，哎呀，还有这，我发现喊狼这个大黄我爱你的全是大哥，啊，真是的，送你个成语就是迎难而上。你看也有喊我的，哎呦，你看也有喊你的啊，啊，是，都能听出来 啊，什么狼和炎我爱你啊，狼和炎好亮啊，啊，狼和炎是个秃子啊。哪位观众说这句了？就那第六排那胖子。第六排哪有胖子呀？你看第六排那胖子，给我站起来！别看了，站起来就我们俩这胖子。谁呀？芊芊细腰。捡起来。什么捡起来？脸掉地下了。真无聊，干嘛呀这样？我讨厌呢，就观众喜欢。哎，对了，才会这样呐喊。喜欢德云社，哎，这是喜欢德云社，完外带喜欢我们，捎带手的。对了，也有朋友确实喊出了我们的名字。嗯，我们哇，你看看哇，心里边好，就像乐开了花一样，你知道吗？你是多少天没洗澡了？你是怎么了？啊？去你们的！还去你们的啊！家伙，真是的，我是一个很内向的人，不要跟我开这种玩笑啊！一上来你们喊这种，我们非常开心，对不对？甭管大哥还是大姐喊，因为我发现我的观众群啊有一个特点，怎么呢？有很多大哥喜欢我哦，真的。嗯，就是你看，有我们德云社来说，有的小鲜肉啊，或者是年轻长得帅的，好多人对女孩喜欢啊，好帅啊。等我一上来的啊，张伦好样，张伦，张伦喜这大哥太粗犷。你看今天有多少大哥来现场了？你听听，我这声音很雄厚啊！祝大哥们万寿无疆，风吹雨打依旧潇洒。他跑这儿住酒来了，你看看没？这了不得，嗯，证明咱有人缘，对，你看喜欢郎鹤炎的，我看看那个有多少女观众。哎呦，那我是回家了，我这是。你们是没吃过猪肉吗？什么话，啊，你这叫，真是。跑一个，大黄，跑。什么叫跑？人家说聊天呢。大黄，跑。听话，他小白，你说他也这就是大黄，今天来看你的都是跑，你有意思吗？蹲，大黄，啊，大黄跑，我倒下你不一定赔得了钱啊。大黄蹲，秀，秀，大黄雕。
大伙，哎呀，今天没带狗粮。小白，捡回来。这位看见猪跑了吧？窜的还挺快。你是不是过于顽皮了？这怎么了？这是我是人家大伙们喜欢你，我是给你个展示的机会。你给我展示机会，我成那个了？我这是怎么了？怎么了？啊！人喜欢你表演吗？演员吗？是，咱该表演表演呀。就是喜欢你，这老话怎么讲啊？什么老话？要想卖，脸朝外。演员就是这样的，你上台来，你得撒得开呀。哦，要脸就是不要脸。对，大伙说，哎呀，狼爷喜欢你，跑一个，你说不来，我哎呀，不好意思，不行，对不对？观众喜欢狼爷生一孩子，你说、嗯。你们确定是来看相声的吗？啊，我就举个例子啊，今天不行，今天因为那个这有那个剖腹产那个刀口。谁呀、啊？他们说，我听说你这刀口是怎么回事？听他们的呢，那没有刀口。是我看是怕线崩开，没有。好，观众是喜欢你，我谢谢大家，跟大伙就是聊聊天嘛，不要诋毁我。狼爷有人了解他是不是？嗯，但是我的好搭档，我还要隆重的介绍一下。哎，我谢谢你了。对，一般的捧哏演员啊，在台上啊话都少，逗哏的老欺负捧哏的，是我就不愿意这样。哦，因为这是我的好搭档，我的好哥哥。台下我们是好朋友，所以说不允许任何人诋毁他，哪怕动他一根头发都不可以。对，就他一个人薅，你知道吗？啊，可一个羊毛薅。废话了，这叫什么话呀？我这秃子还得动我头发呀？不可以，知道吗？哦，现在已经不是小孩了，岁数也不小了，年龄也不小了，可不嘛？今年多大岁数了？我41了。41了，嗯，听听，哎，跟大伙说，有什么长寿的秘诀吗？我这。我长寿的秘诀就是给儿子捧哏。哇，你是想哈哈哈是吧？哈哈哈，哇，你好棒啊。哎，没事儿，你现在这种风格我现在越来越喜欢了，是吧？一般儿子都崇拜爹。嗯，咱也能聊天吗？这不跟着说着的吗？我当着这么多人夸你，应该的呀。我还成应该的了？可不吗？那你自个儿说，要不得。哦，说一下啊，张伦是我儿子。你给我上一边，你累了。这不是你让我自己说吗？行了 ，stop 吧 ，stop 啊、，sit up。也没椅子，你让我 sit up 是什么意思？我是站起来还是坐下呀？我刚才你要说坐下吧 ，sit down，get up， 你来一 sit up， 我是一个连贯动作，我是什么呀？这嫌你会的多是吗？不是嫌我会的多，是嫌你会的少。咱不说英文，知道吗？这都算方。我也没想到，就倒到英文这趴去了。我就不想倒啊！啊，不倒，慢慢来嘛。说先说你的岁数来说，对，就说因为什么呢？我们现在都不是小鲜肉了。哎，这话说对了。人有小鲜肉，年纪轻轻的上来二十啷当岁啊。是，就是我们现在这已经人过四十了。人过四十，老话怎么说？人过四十，古来稀呀、啊哦。你先等会儿，这是什么老话？这是我姥姥说的话。你姥姥说的是梦话，你知道吗？人过七十古来稀，人过七十古来稀。对喽，您这算稀一半了吧？你拿我这调芝麻酱来了是吧？人过半，人一过半，什么天过五，没有这话吗？啊，是人过五十，天过五。不，天过五十，是吧？人过天过五十就该吃饭了。对，天过，你管过几，反正老话怎么讲，叫土埋到脖子的演员。没有这老话，哎呦，这个切勺哦。人都说是土埋了半截儿，这土埋到半截儿，对喽，对。你看他从那儿走到我这儿走上坡，你看，行了，别来这套了啊！土埋到桃了，啊？一定要录下来。完了，我的个天呀，我都不敢说这个。这个我怎么会跟你一场表演呢？这个月的奖金又没了。命都快没了还担心钱呢？不能，我师父听不到这句话的。哎呀，我
你试试，今天有录像的。这段掐了别播，掐了别播，他们会反复播。谁喊的张立民？我还都知道你本名呢。我本名都知道。哦。哎，票，谢谢这位奶奶。什么眼神能看出人是奶奶来啊？人人小辈儿大啊。这都是观众人对咱的爱戴，知道了解。哎，是曾经啊，我师父给我们的起名，起的外号嘛。对了，来说那个，我有那个八马褂嘛，这个节目嘛。对，这都看了吗？张立鹏，对了，没看的回去恶补一下，就不一一点名了啊。注意你的态度啊。对，这倒无所谓啊。这个我刚才说到哪儿了？我刚才说到莫大桃，不是这个。不就一个吗？就不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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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老人家。闭嘴！好好的啊，那是永远活，永远在我心目当中，好家伙，了不得的人物。整理一下你的思绪。真的，我能站在这个舞台上，首先来说就得感谢我的师父。对，当然还有后台的全体师娘，不是、那个。就是全体演员，哎，这些同志。对了，这能才能有我这个机会嘛？哎，是是。对，我也不年轻了，今年呢已经32岁了，所以说像今年33岁了，那么作为30，好好说，你给我站起来，83哟，差一岁就到坎上了。73、84是吗？啊，我有那么老吗？你看我85年的，还真奇迹。他1885年就别人迁坟的时候把我忘外面了。我回去了。你先回来。像话吗？这不是啊？像话？谁像话吗？别生气，别生气，干嘛呀？皮肤这么嫩，身子这么苗条。你哎，我是拦不住你了，是吗？啊，你好好的，你别生气，干嘛呢？咱今天演出来了。那我说85年，武汉的父老乡亲了，能相信？您信我说句话。1985年。1985年。对，真的，他确实是1985年。对了，因为我办的事儿我知道。哎，你知道吧？当年他在这，哎，哎，不行，不行，就天打雷劈，到时候。我发现我刚才好用力，我说哇，你根本就没有脖子。谁没脖子呀？命运都无法遏制住你的喉咙啊。你就是一个恶命运，你这是。我老话怎么说？俩肩膀扛一脑袋就是你，没有脖子。那你是俩肩膀扛一猪脚啊？哎，这看这修长的，这是什么？谁说的颈纹？还有颈纹这词儿呢？我天哪，张颈纹老师，哎，你成颈字儿的了？西河门的，好笑吗？还行，无聊，啊，是吗？你别生气，真的别生气。这是咱们优越的条件。哦，颈纹还优越。这有脖子，老话怎么说呀？什么呀？再好的马走不了千里，那也是骡子；再漂亮的箱子装不了东西，也是破纸壳子。相声说的再好，你也是没有脖子。这都挨着吗？这个老话没听见说过的。我姥姥说过很多话。你姥姥净说笑话那是。我呀、啊、不爱跟你较这个劲了。这不是较不较劲呢，对不对？无所谓了，年龄上无所谓。他又看不上了。对，我今儿你们爱信不信，我没带身份证，我刚才身份证在后台，我就不拿了。就是确实身份证你们也看，别看别看，万一看真是迁坟忘了怎么办？下回我上台的时候，我这弄一二维码，你知道吧？我把我胸毛做成二维码。这你还是没洗过澡啊？那胸毛登成二维码都敢粘了，这个我这二维码一扫就知道我的生平都写这儿的，你知道吗？好，我以为一扫就知道多少细菌呢。哎，都让你们知道85年。你去吧，你就把那位大哥，咱晚上澡堂子见，好不好？滚！你问什么几点呢？你个挺大个姑娘，几点？武汉的朋友太热情了，俩老爷们聊洗澡，女的问几点啊？怎么的？你是搓澡的你、啊？没听说过。少来这套，像话吗？是的啊。哎呦，羞羞。说谁呢？这是他呀！哈啊。行了行了，累了。
什么什么退票多少钱来退给你来？2000，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好好，这说到钱就对了。我们只是因为那票价上只写了280，你知道吗？我们只给你演280的相声。好，你那么有钱，你单点我不好吗？何必来这儿呢？这么多人。好，哎呀，我不知道我客户这么多，我的天！我就算了算了算了，我不接私活啊。我一直就没觉得今天是说相声，今天泡澡来了，好像是一个洗浴的团建节目。算了，我已经很久不去那儿了。我都自己在家搓，洗白白擦香香，我爱洗澡，皮肤好好，水晶皂那保湿润肤，哇哇哇哇，锁住水分逃不掉，水灵灵亮晶晶，清爽爽滑溜溜，保湿的皮肤真真好。我用你，这说相声有捧哏的，你唱歌就得有伴奏嘛。不用你，哪儿都有你。那怎么了？这你要不在旁边啊，加缸天炫。不至于这样，加缸天炫，天彩儿给你。哎呀，蓝老师就这么幽默，我这也是为什么我喜欢跟他在一块搭档的。十多年了。对了，十多年，我俩上台就是前十分钟的词儿，永远都不知道说什么。后边40分钟就是我说我的，他说他的。对，就是狼言，狼言。刚才呢，观众是了解他的，知道狼和言啊，外号叫大黄。对，对不对？乳名叫扫火，是吧？扫火，你先等会儿。扫火，扫火，对，哦，武汉话，扫火，扫火，他的名叫什么？扫火。哦，对了，不是怎么，干嘛都骂我？这是不是？这说明就是憨憨，可爱，快聪明，叫什么？扫火，对。扫扫地的扫，勺子的勺，对对对，你就记住他吧，就是那货。那你就是大扫货。我讲那个汉语吧，咱就说这个语言的问题。就您还讲汉语呢？对了，因为我们都在研究这个语言。语言就相声演员嘛，都在研究什么叫汉语。汉语博大精深。现在来说已经不研究汉语了，又不研究了。对了，4秒前还研究一下呢。你就光是这个汉语，大伙都知道了。那您对不对？你说武汉话刚才讲了，扫五货，对不对？啊，都知道吧？那您研究什么呀？北京话呀，这真的是北京话这。你是让洗脚水烫着了，这怎么着？就是北京没整句儿的说话。北京话哟，这天太热了，这怎么茬这个有这个吗？你是吃了热干面没咽下去是吗？有这个啊，这舌头别这么大。哎，这个东北话，你的东北话，你瞅啥呀？嗯，对，看人家东北话就我瞅你咋的呀？你看，这是东北朋友。一般能接第三句的都是东北朋友。我不知道东北朋友来了啊。要知道东北朋友来了，你得磕一个。干什么呀？这是我们的私人恩怨，你知道吗？你跟谁私人恩怨呢？大哥，一会儿你扫我这个二维码。好家伙！我会记住你的，第六排的胖子。刚才第六排胖子还在这边呢，他串台，那个跑到串牌了，串牌了，哦，串牌了，串到那个牌了，还能串牌呢。对，哪有词儿呢？没有词儿，对不？咱聊的是语言嘛。哎，现在来说吧，是不想聊聊那个汉语了，因为汉语啊，在座的大伙啊都比我了解哦，对不对？最近研究的是外语。外语，刚才你不说英语，你也不哎，对了，英语大伙都知道，因为现在来说小孩都会英语，打小就学呀、哎，对对对，首先来掌握这22个字母，然后这一步几个几个，二十几个，二十多，二十多是二十几，对，28，人告你28就28呀，不到30，
这搞对象来了，问年龄，26个。对，26个，你看我这字母都摆出来了，你看，还摆出来了，这是26个吗 ？A B C D E F G 嘛，东北都 A B 那个 C D 呀 ，E F G 呀 ，H I J K， 还有 M N 呐 ，O P Q 啊 ，S T U V W S Y Z 呀 ，X Y Z 呀，亮相来，亮相，亮相，亮相。你们这英语老师唱二人转的，那个东北的都得会点啊，毕业照都亮相。哎，你看你英语嘛，英语来说呀，就是研究的少了。英语又不研究了。你会英语是吗？我会啊。我不研究英语。那你研究什么呀？日语啊。日语。对啊。日语，对吗？那个五十元音，知道吗？如何可？对不对啊？那个五十元音，我记得那个干嘛你啊？要下蛋呢？五十元音配上节奏在这儿。配什么节奏？那个阿姨哭开口，傻西是素材奏，妈咪母麦猫是傻西素材奏那个。你等会儿。阿姨乌盖乌，你这开口开口，这不是天津快板吗？跟天津快板有什么关系啊？你再来一遍，我给你贴着板来。阿姨乌哎哦哎，他开口开口哦，阿西是在走是妈咪母埋没。嘿，当当啦滴当，当当当啦滴当，当啦当啦当哩当哩当哩当，这不就天津快板吗？这不是？它跟天津确实有关系。有什么关系啊？日语跟天津有关系。日本日语那个 sword snake 啊？怎么了？天津话 sword smart。他就是学咱天津话。您这不瞎来吗？这就是学咱们。好，咱们这才是母语。哦，这都是正根儿。啊，这 sword snake 说的是嘛？你这好嘛，正根儿啊！你这对，这都学咱们的。嗯那一个天津话，现在这个日语来说，你懂一点是吗？我也略知一二。日语咱不聊了。我怎么我知道什么，他不聊什么？韩语你会吗？我不会。哎呦，你聊聊韩语吧。您这人，您就找我短板呢？聊聊韩语吧。啊，韩语来说啊，最近我这十年都在研究这个。真的？嗯，十年您不研究相声吗？哎呀，还没有点业余爱好啊？业余不烤串吗？那是另外一个兼职。哦，您还有别的？什么保安搓澡？我就，您这一专多能啊！您还琢磨琢磨韩。这什么意思？这他们气着我了。哦，气着了您就肚下垂了。什么叫肚下垂呀？肚子下垂了，裤子才往上蹬蹬的嘛。并不是啊，知道吗？最近研究的是韩语。研究韩语了。哎，对了，而且去韩国拍综艺，现在马上去。你等会儿，你冷静冷静吧。啊，咱们国内拍综艺都不找你，你上国外去了。你要脸不要啊？你这窦骁社没看吗？还提这个呢，就是一惨嘛，这是。就因为这个才去那儿的录综艺呢。因为惨还是点了。惨人设呀。人家看着你这个。哎。哦。所以我跟你说，你看我要去，因为我一个人不行，到那儿的也得有搭档。不，这也需要搭档。对啊。哎，你要是可以的话啊，稍微的运作运作。我可以啊，我可以啊，你带我去吧，窦骁社都没人带我。没问题啊。韩语来说，你多少都懂一点。我不会。其实我觉得韩语很容易的，我一教你就会。国外语言。对，我一教你就会。真的假的？哎，很容易理解的。那我谢谢你了。这么着吧，我给咱演一个小片段啊，有一对什么父子爷俩对话。哦，就小片段。哎，对，韩语。哦。你讲，比方说啊，这个韩语，就那个，韩语那个，管那个就父子爷俩嘛。啊，是。他儿子看见他爸爸。啊，怎么着？啊，爸。你先等会儿，咱们冷静一下，冷静冷静，这不对呀！啊，儿子叫爸，应该怎么是欧巴？欧巴不是哥哥的意思吗？你不说你不懂韩语吗？你个大骗子！不是，我就看过韩剧不是经常有女的叫？你说那是欧巴撒浪嘿，欧尼撒浪嘿，你还会什么？你都说了，不会了。啊就这么点皮毛，我就看你说那是欧巴，对呀，欧巴的哥哥。我说这阿爸，哦，这跟那还是不一样。对，
爸，爸，哎，叫他爸，这孩子叫父亲了，哎，他爸，哦，哎，哎，我希望他长不那么等我，嗯，啊，是对的，谁给他洗过？啊，叫你干，啊，是太看了陪酒最小，喝的不叫，啊，就搁了一点。这个大西瓜，哎，懂了。哎，什么？这不英语吗？不是，孩子，他孩子，孩子不孩子？哎，懂了。小孩学英语不正常吗？人说的是英语，哎，懂了，怎么了？哦，就是英语。对，哦，哎，懂了，知道吗？啊，那你，耶，那给他洗了，那惨白的漂白洗，被层层给他洗完了，洗巴巴的洗掉。听见了没有？呀呀呀！我天，太厉害了！这个，你先，你看，你看，不是你这十年没白琢磨啊！哎呦喂，臭弟弟！不是你这太厉害了！我这刚才大伙也笑，我估计他们也听懂了，但是我是一点都没听懂。这你看你要懂，你不也会韩语了吗？不是，那我不懂，我怎么跟你去那个综艺去？这我教你啊！啊，我教你啊！行，父子爷俩对话啊！行，你一句一句教我。就是那头一句就是阿爸，啊，这句我知道，就是叫父亲爸爸吗？对，他儿子，他叫他爸，他爸说，哦，嗯，这突然间啊，这什么呀？怎么了？突然就是发现目标了，为什么他参不这么等我？什么意思呢？为什么他参不这么等我？不是我，你慢点。为什么惨不什么的我？你慢点儿，没让你动作慢。再慢点儿啊！再慢点儿就听出来了。对，您这怎么还留一手啊？我这你不慢点儿，我不听出来，怎么跟你演去呀？啊，就是我那意思，什么意思？就是为什么那惨不什么一滩黄？为什么惨不什么一滩黄？哎 ，this sadness 呢？就是这个，就是这意思。为什么这餐布上面一滩黄啊？早上起来，俩人发现餐布桌子上有餐布，一滩黄。哦，他儿子懵了，餐布？什么什么？他儿子吓坏了啊！发现餐布，他没想到他爸爸发现目标了。哦啊哦，阿西图勒？哎，这骂街呢，这不像话。什么骂街啊？阿西图勒？阿西图勒？什么意思？这就是阿西呀，是个人啊。阿西吐了。哦，这问他儿子，这个是不是阿西吐的？对，阿西吐了。对，阿西吐了。哦，他儿子说 ，I don't know。啊啊，这句我明白了，英语嘛，我不知道。对，喝的啤酒。什么？喝的啤酒。什么？喝的啤酒。喝的啤酒。你这句像青岛话呀。怎么青岛话呀？哈啤酒，吃那个海鲜，哈的啤酒，都是他学咱们的哦，都是他们都是舶来品，对，他们学咱们的啊。你看哈的啤酒，喝的啤酒啊，他说就格里迪，就这句他们乐了，你说的什么呀？就格里迪，就喝了一点儿，可以吧？哦，我别的没明白，我就这个我明白。搁了一点，就搁了一点，搁了一点。啊，是太可啤酒最小。哎呦，我的天哪！这当爹的还没醒酒呢，可能是。这您这句什么？啊，是太可啤酒最小。阿西他一喝啤酒醉一宿。我说的这么浑乎，你都能听出来啊？说的是嘛呀？阿西他一喝啤酒醉宿啊！阿西他一喝啤酒醉一宿。谁跟阿西喝？谁跟阿西喝的？这句就像东北话的。叫你干什么？叫你干，叫你一干。他说就我一个。啊，这明白了，就我一个呀。对，赶紧吸了。哟，这句太恶心了。什么？你让他赶紧吸了，你就我就。你疯了吧？人说赶紧洗喽，餐布那餐布赶紧洗喽，你是不是饿了你啊？赶紧洗喽，赶紧洗喽，赶紧洗喽，赶紧洗洗洗吧，不能睡觉，洗完了不能睡觉，洗不完不能睡觉。
那前面你中间还有一大堆什么残残的干洗的洗不不的洗个那残把的漂白洗被蹭蹭就洗了。餐布拿漂白液洗，别蹭蹭就当它洗，被冲冲就洗完了。你残破的漂白洗被冲冲就洗完了。你别激动，你别激动。我跟您是看不见啊，我就看这侧面灯光一照，好家伙，我以为我给一花洒捧哏呢，我。不是他这，他这，他韩国人说话就是这样。哦，韩国说话就得做的唾沫横飞啊，吃吃啦吃啦，行行行，好。不是他们说话都是这样的。这花洒还在调节的。对对对，我一个人啊，你可能不太了解。哎，对对对，有点这个。这样的，咱俩一表演你就会了。把我融入这个剧情。对，咱俩融入一下。那太好了，好了。好，这我给你个便宜。怎么样？你呢？来我儿子。行，好吧。给我便宜，我是你儿子。我那大段台词你会吗？不会，还是的呀。你那简单，你的台词就刚才你不记住了吗？哎，差不多啊，对不对？啊，一来就行了。咱俩表演一下。那怎么来呀？表演一下，就起床，起床来。哦，到这儿，他们这桌子就在这儿。哦，你到那边来，我在那边。就睡醒了。彼此的卧室，各从各屋。对对，你已经不跟爸爸一块睡了。嗯，是。嗯，对，因为去你已经长大了。走走走，长大了你自个儿睡，我得跟你妈妈。嗯，好好好，一边玩去吧你。从头开始去吧。哎。从彼此卧室出来。哦。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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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这是简单化，简单化，没有那么复杂。这不得有一流程吗？我还得看你提裤子呀，还得怎么着啊？提裤子系鞋带啊？你那孩子一步就到位了。对了，你赶紧来，一步到位啊！别这么多废话。一个字儿绝。哎呀，怎么又绝了？你诈尸了？诈尸不得这样？你别那样了，你就正常走出来，啊，正常走出来就行了。哇，欧巴，咋呀？我削你！咋的了又？什么叫咋的了？我叫阿爸，你干啥呀？哦，对对，忘了，我以为这咱俩平常聊天呢。来来来，谁平常跟你这么聊啊？谁呀、啊？我就因为咱俩平常见面聊天。不是你不能这样啊！这是演的是这样，哪儿的干啥呀？这是。阿爸，梦，爸，我先把这残部送你登火。残不？你是弱智吗？你干嘛呢？还吃手？你都多大了？不是，我不，哎，我昨儿是不是喝酒了？喝酒了，喝酒了刚醒，然后你猛一盯的问，我不知道，我得思索呀。我现在就是残不这俩字儿，让我脑子飞速旋转，怎么回事？我好应对一下。残不，你就惊讶是害怕，而不是说吃手。残不。你们也就不表现得聪明一点，好吧？啊，明白了，就要把骨子里的东西带出来。哎，哦，爸，不，对，我先把这残部上面等我。残部？你好贱呐！那种谄媚，残部。不是，我是发现，哎呀，这东西有问题了，然后赶紧掩盖一下，用我的笑容掩盖一下。你这会儿惹祸了，害怕了，你笑什么呀？不能笑，不是笑吗？不能笑，知道吗？就是那个，哎呀，你懵了，懵，知道吗？懵啊！再来一回啊，最后一回啊。欧巴，不。我什么的惨不死他没懂哦。要不你舔舔吧。你干嘛呀？
这不是懵了吗？就不知道应该怎么，我这乐呀，是哭呀，是惊讶呀，还是我就懵，惨不就完了？哦，知道吗？从这开始，我这给你添点彩儿，我希望的惨，我用你，我希望的惨不上面的我，惨不？就这样吧。啊西，啊西得了。I don't know. 喝的啤酒。嗯？喝的啤酒。你应该说酒喝了一点。忘了忘了。还在想。为什么的惨不上面的火？酒喝了哦，不是那啥。不是那句。不是不是。不是你，你语言艺术造诣都没有。你真别说这个，哎呀，哎呀，这综艺太难了，这是。为什么这惨不上面的我？惨不？你别乐了，我求你了啊！他乐的，我没乐。你别乐，你，他你不要乐了，真的，听相声别乐。我说话呢，喝的啤酒。哎，不是这句。你别乐了，差不多得了。这句人家没乐啊。别着急，重新开始。哎，头晕。啊，刚睁醒，刚睁眼，救我，救我！啊，贺伦，不是。好好叫，好好来，好好来。兄弟啊，阿爸。哦，呀，我心里的惨不惨没头？惨不？啊，是不了。I don't know。喝的啤酒，酒个来的。啊，西太喝啤酒最小，谁给的阿西好？就你个，就一个，给你洗了。那惨不得漂白血比虫草就是小了洗白不得洗掉听清了没有呀呀呀好的了吗这个阿不能说阿洗掉了我洗阿不洗阿不洗了我的洗吞掉阿不洗阿那不洗了是不是阿爸去你了吗热爱正在热播一排你还回头怎么摄像大哥举的呀大哥也痴心了真是的啊确实啊你刚才说了我穿上牛仔裤了把他给露出来了别胡说啊你以为我没听见呢是吗什么我没听清啊没听清别说刚才两位啊靳鹤兰朱鹤松靳朱组合靳朱组合两个人30岁左右啊嗯真的假以时日必成大器而且现在人家已经那个大血便能自理了啊什么病啊都康复成还不错啊不是人我就是那怎么形容他们啊啊马上会红会火的就自己也可以办专场了哎人都是了不得的现在都是不错的演员嗯我们来说啊都是相声界的一个小学生小演员张鹤伦不值一提你知道吗你瞧自己说这个名字我都心虚因为我师父都说、啊、一直我师父都说我郭德纲就是一位那个相声界的一名小学生、哦、我师父都是小学生了我觉得我呢就是相声界的幼儿园幼儿园、哦、就这个往下对因为我跟我师父可能就差了一个暑假、哦、是你大班了还是先生留级了这嗨这没关系因为什么呢、嗯、我师父来说我师父现在大伙都知道嗯啊，京评帮举人是样样精通，都会，对不对？而且最近啊，我们一块儿还在弄京剧，是对，弄京剧啊。包括因为我们像他们这个，都他们很少跟我们参与这些事儿。德云社有个叫德云传习社，您知道，我们天天练功、压腿、什么身上啊，练唱都有。云手啊，有这个，嗯，真的哎，知道吗？什么呀？多味儿啊
这是你的鞋吗？是我的。啊，不是，这鞋怎么掉了？哦，买大了。这是个包袱是吗？不好笑吗？好笑，人都好笑。真的，当年我们学过这个。又来一遍，嗯。现在来直播，我们练这个时候，德云传社那时候。咱们。别咱的，跟谁套近乎呢？咱的。这成套近乎了，你这。真的，我们唱戏，那会儿都知道吧？陶阳，我们都一块儿。陶云胜。对，我们每天压胳膊压腿。留神鞋啊。练这个叫下腰。下下去。大哥那儿开关，下去。真的都有这个、练唱啊什么的，手眼身法步。对，像你们，他也不知道，他来的晚，你是哪天来的？后来我哪天来的？前天吗？前天来的，对，我得提前来。我没问你来武汉，什么叫？那你问我哪天来，咱都一块儿。我们那时候正唱戏的时候，你干嘛呢？哦，切墩颠勺的厨师，又来了，你这点我来说，我不比你优秀吗？你自个儿说。不啊，嗯，那我一措手不及。有什么可优秀，咱都学了。你学过这个吗？啊，我也唱戏。你有那嗓子吗？拉的，我们这嗓子适合唱戏。为什么？你这嗓子呀适合做核酸。不是，这唱戏怎么了？咱都适合呀，咱都学了，都打击。你有那嗓啊啊啊咿咿咿妈妈妈咪咪咪。你再来一遍。干嘛要跟你再来一遍啊？不是你这东西有什么？每天练功啊啊！京剧听过吗？你看，说着都没听过了，真是小瞧谁呢？听过，当然听过，咱也唱过呀。你还会？会呀！哎呦我的啊，还有点能耐，会唱个三句两句的。我跟各位是谈不上能耐，我跟你比，我会。我们打小就练这个，练哪个呀？你会唱？我也会唱。那我要唱一句，你能知道吗？你唱一句，我能给你接下句。就有这能耐，这还搂着说呢。哟，这你说的是吗？对了，你听那个啊，哪段？哎，是不是？这段对不对？我再给你换一段。这，咱俩是打哑谜呢，是吧？对，因为你刚才唱的跟我那是一段。哪儿的对什么？您光张嘴不出音儿啊！再来两句啊！哎，对呀，来两句啊！来，娘啊！哪段？我这……那你听我这个，妈来！哪段？一段，又一段啊！又是一段！你跑这吃鱼来了是怎么？听这个吧啊！来亮一嗓子，大伙儿听听。你好好唱，大伙儿也很少听到国粹。今天在这个场合呢，也展示展示打小的基本功啊，也在这儿呢。生旦净末丑，神仙老虎狗，刷细胞的，扫后台，扫地擦地，奶孩子，我们这些演员基本上都能。不是您主要说您唱戏，就说呀，都会。别说那闲白，来两句。将身儿来只在大家口。尊一声你为的宾朋，听从头一步是响马兵则头，而不是爱人啊，马城头养拦不住了，与我来争斗，因此上发配到登州，舍不得太爷的恩情厚，舍不得衙役们重班头。你怎么不唱了？我都拦您了。这你看过在旁边，我这非四脖子汗流，大段台词，四脖子汗流就是汗哗哗的啊，腮真大。你有脖子吗？你能留下来吗？啊，你是四肩膀汗流。我四不四肩膀，你四脖子汗流留不住，都存在颈纹里了。你长一螺母的脖子，你瞧瞧。Nice。啊，您这个呀，南起界，三家店，这段会。会呀、啊。这段谁都会。都知道、啊、多少年了？这是唱吗？您这什么呀？这是六六嫂子。
这话都说不清楚，你是想说溜嗓子是吧？对了，溜溜嗓子。哎，别来这套啊！这吃武昌鱼扎着了，这是。怎么了，哥？哥身体不错。啊，真正唱了啊！来吧，听那个。哦哦，枝叶齐在茫茫，拔剑斩射天下扬。怀王也曾拔枝将，两路分那兵进咸阳，进咸阳。干嘛？有病啊！干嘛你啊？哪儿的事儿去了？我这跟您接上来了，你这搅和这不是？哪接上来了？咱俩一块儿唱的，这是接上来了，多新鲜！真能唱是吧？那可不嘛！有追韩信呢，这段都知道了，知道了。听着吧啊，接下来啊，怎么说啊？沙庄擦屁股，怎么讲？给你露一手，多恶心呢！听那个，下锅藏。尊一声响过叮咚的楚平王舞蹈，你这嗓子就别擦了啊！怎么了？干嘛呀？还起嘎调了是不是？咱这此时间不和闹笑话，胡言乱语怎办呢？啥子？我站在城楼观山的景，耳听得响，当初老子的队伍才开张，总共有十几，蓝脸的刀尔顿刀与马，红脸的关公战长沙，黄脸的典韦，树上的鸟儿成双，巧儿我自幼儿许配赵家，我和刘大哥讲那话，李太偏你爷爷我小的时候常在这里玩耍，舒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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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飞机的舒克，爱你孤身走暗巷，爱你和我那么像，爱你和我那么像。走去吧去吧，那蓝绿的披风，谁说站在光里的才算？人家都接上了，你还好意思唱？今天来了多少小朋友？爱你孤身走暗香。你让小朋友都接上来，还要不了脸了？这个怎么了？再说您那从三分之二往后还是京剧吗？啊，都什么呀？都真能唱是吧？河南坠子都出来了，真能唱，真能唱，给你留下下句来，来接行不行？不用下句，给你留下句，听这个，不是，我能唱吗？说这道理，听 ，stop， 接下句。穿林海，跨没到你，跨雪原，没到你，起床，咯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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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你。好好上后面给你拿拖鞋去，拿拖鞋什么意思？准备给我搓澡啊？对，搓搓你嗓子。搓嗓子干嘛呀？您这叫坏门。行啊，自己唱前面，留一高腔给我了。真行啊！不是说行不行？行啊！啊，我这人眼看狗低了。你这狗眼看人低。老话说，真是别瞧不起这没屁股的臭虫。是你有，你那牛仔裤也不知道兜在哪儿了。是不是亮着？这亮着呢，亮着不是亮不亮？我跟你说，你现在这画一道缝，到这知道是什么？甭说那没用的，对不对？你说这上来咱逗壳子有意思吗？你要真爱唱，我也喜欢唱，咱一块唱一个不？真没想到啊，郎和燕，怎么、真有能耐哈、谈不上能耐。别看这脑顶寸草不生的，一张嘴五谷丰登的。
不是，咱十多年了，这梗总跟我在头发上找出来的，是不是？行，你要真行的话，今天晚上，今天晚上咱俩就好好过过招。京剧咱就好好过过招。不，现在就是晚上啊。现在晚上，现在不行，当着各位面的，万一你哪块不会唱错了，咣叽回后台里边死了。我怎么死就死？我还上后台死去。他不好意思，当着人死，人太多了。哎呀，哎呀，我人前你说 我挺住，人后尿裤。对，他净说那片儿汤话，你说咱就在这儿唱，现场让大伙儿也看看，就来。对呀、啊，就现在。嗯，就这儿哈，你组织个这儿哈，你瞧，就这儿哈，就这哈，这哈干嘛？就在这儿，行了，今天你就埋在武汉了。你别说那没用的，对不对？咱唱一回吧，来唱唱，见真章嘛，唱来来来唱。怎么了？又肚下垂了？我提裤子啊，好，唱戏讲究啊，口腔、胸腔、盆腔共鸣啊，你得讲究盆腔共鸣啊。腹腔兜着点儿啊，兜着点儿，好好好，来、啊、来，那咱们黄鹤楼，黄鹤楼好不好？好啊，你来黄鹤，我来楼，这叫什么唱戏呀、啊？这是啊？你说你一挑戏就挑这个黄鹤楼，主持人说的，大伙都知道黄鹤楼，对不对？啊、黄鹤楼有的诗嘛，朝辞白帝彩云间，对，万里长征人未还，姑苏城外寒山寺，蜡炬成灰泪始干。这唐诗三百首我怎么没学过呢？这是这里还那哪句是黄鹤楼啊？哪句是你猜？我猜什么？哪个都没有啊。对了，你除了标点跟黄鹤楼那一样，没有一样的，我跟你说吧。好，黄鹤楼、啊、故人西辞黄鹤楼啊。下句呢？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间，别救他，唯见长江天际流。哟，还真不了。哎呦，我上学的时候你还穿开裆裤呢。你这好像说的你比我学问高似的啊！咱今儿不比学问，咱就唱戏《黄鹤楼》。黄鹤楼，京剧，行，好好京剧啊！今天是全唱了，大伙谁都别走。别！今晚咱就在住，在这长房。不，都别走啊！今天走一个，我跟你说，他死这儿。他是老把我捐出去，您讲，咱俩别样。人黄鹤楼是连台的本戏，咱不能唱全了。怎么办？咱们掐去两头，不唱当价。嗯，那就别唱了。散会，哪儿都散会。好，太味儿，来回来，就唱当家，我可救你两回了，非得在这儿唱。兄弟，你救我跟害我一样，你知道吗？就我这样都拦不住，就得在这儿唱，就得在这儿唱，行吗？大伙儿想听，真想听吗？你们这是害他，你轻着点，你轻着点，害他啊，害人不浅。咱们就唱当家，行，好不好？行。刘备过江起，张飞闯帐止。好嘞。好嘞，咱们分配一下角色，不用分，嗯，都给你。就你这，咱俩人唱戏都给我，那你干嘛呀？我给你跳舞。哎呀哎呀哎呀，这那会儿有这舞蹈吗？你这个，哎、你怎么跳的？我不告诉你，我还不会。咱唱戏呢，咱俩都得挑。那你先挑，哎，这行，你挑剩下你再挑。这不还是我一人唱吗？你先挑吧，让妇女和孩子先挑。那我不挑了，我又不是妇女，又不是孩子，别闹了啊！我先挑。那我刘备，你刘备，我刘柱子。那我要冰箱，我要彩电。哦，我要煤气灶，我要空调。咱俩离婚来了是怎么的？刘备你就刘柱子呀？刘备啊，刘备不是刘备子呀，刘备刘玄德。那你说刘玄德呀？姓刘名备字玄德、哎、是家住大树楼桑。对 对, 对二弟姓关名羽字云长、哎、家住山西蒲州解良县。可以了。三弟姓张名飞字翼德。好嘞、嗯、好嘞好嘞，可以听你的。没让您背这贯口，再往后背我怕背错了、嗯、吓我一激灵、嗯、我来刘备刘玄德、嗯、您呢？您这个怎么了？看见什么了？这是，这不是穿着牛仔裤呢吗？这不露屁股了？您这样，您等会儿，这个我来刘备刘玄德。行，您呢？您这样，您来诸葛亮。好，诸葛亮，嗯，姓朱名葛字子亮。老师，您说这位我不认识。嗯，你不认识？他写《出师表》没听过吗？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花光预算，这你都知道。哪个？诸葛亮。你们家《出师表》，诸葛亮就是一冒牌货，这《出师表》就两句啊。
钱不够了，所以没有那个征服嘛，三国没有统一嘛，他没统一，这跟他没关系啊，就是因为他钱出祁山伐中原，那后边怎么办呢？就是因为钱不够了，小表辈儿。你说的不是三国，老帮菜是什么？诸葛亮，父姓诸葛，单字为亮。我知道羽扇纶巾，对不对？宁可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这是曹操。我的个天哪！曹操啊，诸葛亮是夜观天象，哎，知谁在尿炕。这诸葛亮是幼儿园阿姨是怎么着了？没有，他就看着阿斗一人，看不了那么多。阿斗扶不起的阿斗啊，对对对，看你个刘禅开大转。别开了，别开了！一看啊，他就是篮子快没有了啊！您呢？怎么了？哎，没事，又喝多了啊？你呀，就演诸葛亮就行了。好，好，站稳了。好家伙，没说怎么着，坐着木车就上来了这个。哎，他发展这个叫木牛牛马。什么？木牛牛马？木牛牛马。对了，木牛牛马。你随便吧，啊，然后呢，还有张飞，张飞这样开大，哦，保护你，阿斗，保护，别欺负阿斗，哪儿的事儿去了？这句没有阿斗，张飞是保护，该保护刘备了。刘备不用忘，刘备，咱能忘了这游戏吗？暂时。好嘞。啊，还有张飞，这样我来。行，你来张飞，我前面刘备，后面张飞，来两个角色。哎呦喂，了不得！明白？那主要是看来刘备，还来张飞，主要看您，您这是主角。那你知道主要角儿行？是，我就说清楚了。行，这没人物分配完了。好嘞，您手里给我搭的桌子。你搭桌子？对，咱区分出前后台。您先等一会儿啊，对。我看我唱多少年戏了？你先别喘。现在让我给你搭桌子。我专业唱戏，你让我给你搭桌子。背个氧气瓶。你除颤一下怎么着？你说我都累成这样了，你该，没事，你撞个六啊你，谁让你撞啊？自己设计的，你这有病吗？你这不是台词写着那叫撞？你们家台词哪写这个了？大，哎呦我，大，这行不行？太远了，拿，太远，就这儿就行，行。再往前，值不值？这是一木匠，还掉线儿呢，你看吧。好，好，挺好。来吧，不用转，先别转，先把兵线收一收啊。猥琐发育，别浪。那个还缺一把椅子，是吧？我都累成这样了。是，我去，你转一会儿，我去啊。行，我来吧。我来吧，我去你的吧！哎，你看看，我说我来的，哎，你这人小心眼儿，死心眼儿的玩意儿，宁死爹不戴孝帽子。行了，这个舞台就布置完了。哎，咱们这就准备开唱。别开唱啊！嗯，对吧？我不是那个诸葛亮吗？啊，对呀、啊。我这穿那个寿衣拿来。嗯。什么？寿衣穿那个？不，你这气色能扛到明天。唱戏穿那个，这绣一个煎饼，上面有个五彩的祥云。哪有绣煎饼？不用绣煎饼，你这不有一二维码吗？你这个。对，二维码，竖着苍蝇啊，蚊子、臭虫、屎壳郎，海马游啊，海马，五只海马。你先，哎，你等会儿。章鱼。你等，咱们是咱要唱海绵宝宝和派大星是怎么着来着？好吧，你说。海绵宝宝，咱们一起去汉堡王那里吧。好啊，现在就去。我要再给你学一章鱼哥好不好啊？好，我看章鱼哥就不要学了吧。没有这个啊，您说那个叫唱戏的行头。哎，对，拿行头来。没有行头。对，怎么办？咱们就穿大褂，就穿这身好不好啊？就穿这身，谁能看出我是诸葛亮啊？羽扇纶巾得有吧。你转起来，你那羽扇纶巾啊，对吧？那没办法，就这样。
羽扇，羽扇，这个羽扇行不行？哦，这就好比扇子。关金拿这包一包头，拿这包头。哎，嘿，不容易啊！咱们是说相声的演员，很少唱戏。您知道，在这个化妆方面呀、啊，他，您在磕着，您说，嘿，好家伙，这家门不幸啊，这是。真是的，哎哎，你看看，抬头纹都没了，还真是，这一勒都勒出颈纹来了。行了啊，咱们这回可以了吧？来吧，咱们都归后台。好啊，我上场，您打家伙；您上场，我打家伙。好嘞，没问题吧？没问题。来，明白。啊，来，嗯。咱俩赶尸去是怎么着啊？上场吗？上场你打家伙呀？打什么家伙？打什么京剧家伙？你不会呀？不是不是不会，你得哪个家伙呀？跟我们那一样啊？这个像那个丁大得呀？啊，大得呀？对，这还用我说吗？大得大得，我以为是吓我这一跳，我以为诈尸了呢。来啊！大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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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你跟我出来，我今天有事儿不出去了，别发了，干嘛呢？咱俩这，你都这样，我只能回复这个表情了。我这不是你那意思，我知道，就你那有你上来，你亲他一口。我是怎么告诉你的？我这来一口，我那意思你先上，他不还手我再上。人家带老咱唱戏还带有弹幕的呢，是怎么着了？您那意思我没有这，您跟我一块儿出来呀？哦，您看对不对呀？您这叫同场上，宝贝儿，是同场上，我这不是怕您不懂吗？就是了吧？啊，行行行，臭宝，净这词儿，同场上啊啊，哼，大的，大的，大的，大大大大大的。他真奇，俩兔爷。啊，先生。啊，老婆。不是，咱这人物不对啊！我叫你先生，你不能叫我老婆呀。啊，娘们儿。你没明白。啊，媳妇儿。不是这个。妻子、太太、woman、欧巴桑。不是那口子。哪口子呀？拿刀剌的是怎么着啊？不是，这性别不对了。什么？我叫你先生，你得叫我主公。主公？对，主公什么玩意儿？怎么？不是玩意儿，主公就是皇上。谁皇上？我呀。哦，对，那废物点心刘禅。不是刘禅，刘备。啊、哦，刘备。对不对啊？啊、哦，就是刘备了。再来吧。啊啊，先生。啊，刘备。主公。啊啊，先生啊，主公，我怎么听着像猪公呢？这个，你把这个字咬准了 啊！再来一遍啊！啊，先生啊，主公，嗯，就是猪公。此一曲动物过江之事，你把孤害苦了。哎呦，谁害你了？谁害你了？先别着急，刚才桌子我跟你一块搬的，谁害你了？是，我都说你受累，头我都自己包的，这也没就拿个椅子，我害你了？不是你害的。我不是我害你，跟我说是诸葛亮害的。你找诸葛亮去啊？那我哪找去呀？我这你哪找去、啊？咱们唱的是什么呀？王鹤楼。你演的什么呀？诸葛亮。You know， 我错了。知错就改就是好同志啊！是您的剧中人害的我，剧中人跟您本人没关系。早聊啊！别生气啊！不生气，不生气。啊，先生。啊，主公。
此一句动物过江之事，你把姑害苦了。不是我害的，是不是你？都知道打家伙呀，我得唱了。打家伙。扛啷起来子，扛啷起来子，扛啷起来子，扛。是这家伙吗？是。扛啷起来子，扛啷起来，扛啷起来子，扛啷。咱能大点声吗？来，不知道以为抖苍蝇呢，这是。扛啷起来子，扛啷起来子，扛啷起来子，扛。恼恨先生诸葛亮，操！你比孤王去过江，操！龙潭虎穴孤绝床，操！浪才来的，操！浪才来的，操！浪才来的，操！这是处罚诸葛年弩了，这是乐队得卖力气啊，擦啊，啊啊啊啊啊驴呀，别嘟噜了，我这提示你该说话了。说什么词儿？合着你不会呀、不会敢上台吗？会不就唱了吗？那您不是还是不会吗？不是不会，您这是忘了？没忘，那是想不起来了。这不一个样吗？哎，忘是忘了，想不起来，想不起来了，忘了全忘了，想不起来，就这么一点想不起来。您提起我就会。行，我给您提一句啊，就这一句，山人送主公。老词儿啊，就老词儿嘛。哎，山人送之公，分明是送孤王去见阎王。山人送之公，您山人送之公，您山人再送之公，再您。山人再送主公一点儿，一点儿都不要送了。山人再送，你要送我哪儿去呀？火葬场。我就知道这死于去黄鹤楼，这都是你安排的。这那家伙还挺萌，你看啊，不用了，后边该你唱了。你看，我就觉得我说得有我的唱，这半天净你忙。咱们衔接紧凑一点好不好啊？该您唱了。来吧，哎。扛啷起来的，扛啷起来的，扛啷起来的，唱！恼恨先生诸葛亮，唱！你比孤王去过江，这么耳熟吗？唱！龙潭虎穴孤王去闯，善人送之公，免！免什么免啊免？您让各位瞅瞅，刘备送刘备啊！怎么了？真假刘备 cosplay？谁是真刘备，谁是假刘备，打到了凌霄宝殿，你就是个四大名捕的假六耳刘备。六耳刘备啊，呆子，你猜谁是真刘备，谁是假刘备？你说那是西游记。你哪知道，俺老刘备不出这次紫石头出来以来啊，有几个人打得过俺老刘备。刘备，你是好样的。徒弟，你出来，大圣。你跟我说，那人参果哪儿去了？你是不是偷吃了？此物遇金而落，遇木而枯，遇火而焦，遇水而化，是遇土而入啊！大圣，小神也不知道啊。哎，咋的了？你是不是 emo？ 我不想唱了。你是不是 emo 了？我 emo，
啊，咱能不能唱个京剧啊？您这什么？您的《西游记》都出来了，还呆子，猴哥，你有病吗你？你人格分裂，你都分裂多少？你都拔瓣了，你都。哎，你学的六耳刘备，刘备一对耳朵就双耳唇尖了，六个耳朵。好家伙，他是怕热天着了，他倒热去了，怎么了？你该学那句，猴哥。闭嘴！烦死了！造孽呀！你给我唱京剧好不好，老师？好了好了好了，看诸葛亮的词儿。诸葛亮什么词儿？好像跟你一唱，我尿酸都高了。啊，主公上马心不爽。嗯，主公上马心不爽。山人八卦秀内藏。山人八卦，山人八卦秀内藏。记住了吗？啊啊啊！将人解作中金帐等。等我周周一个帐，好好好，你第一句再说一遍。主公上马心不爽啊！主公上马心不爽。山人八卦心，山人八卦心的强。将身且坐中军帐，将身且坐中军帐。等候捉州一得帐，等候捉州一得帐。没问题了吧？放心吧，哎，没有错不了的事儿。他压根儿就没对过，您瞅，您别不动了，就在这儿唱了。我打家伙，来，康啷次来的，康啷次来的，康啷次来的唱。主公上马他心不爽，山人八卦修内藏。将身儿且坐在中军帐，等候涿州一得帐，一得帐。不是这个，不是。主公上马心不爽，山人八卦修内藏，将身且坐中军帐，等候一得帐。不是这个，主公上马心不爽，山人八卦就在哪个修内藏，将身且坐中央中军帐，等候涿州一呀一得帐。老师，你太厉害了，除了京剧你全会。要不说他们是我是个全才的演员，全才的演员呢。是，好家伙的，您得唱二黄。二黄什么味儿？主公上马心不爽，唱你唱。主公上马心不打家伙，唱浪才来。我打打跳，你打你跟我说。唱浪才来的唱，浪才来的唱，浪才来的唱。主公上马。他哪个？二黄，主公上，主公上马心不爽，山人的八卦修内藏，江山且做中军帐，等候着涿州一得帐。唱出评戏的味儿了。说话呀！我叫诸葛亮。还有呢，性别男。谁问你这个了？稳坐中军帐，等候一得章。老词儿，老词儿。对呀，稳坐中军帐，等候一得章。走我。干嘛呀？我应该干嘛？你应该干嘛？你应该出去送花圈的来了。我这怎么着？你怎么着？你打架。那你说呀，我还用说吗？我这都叫板了，你我不诸葛亮吗？你诸葛亮坐着，他就等着我呢嘛。再来一句，稳坐中军帐，等候一得仗。走我。得得得得令得一个令得大旗大得，又当飞闯进了中军保障，叫一声诸葛亮，有话商量。妞，什么妞？你起来，你起来，你起来！这是张飞吗？这不张飞他妹妹出来了吗？诸葛亮欺张飞，诸葛亮欺什么张飞啊？您这打快家伙，快家什么？我这边后边一喊邹啊，你就四机头一亮相，将将就把蹦蹬仓转紧急风，将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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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台口，蹦蹬仓有个哇呀呀转扭丝，我就该唱了。你看，明白了吗？放心吧，啊，没有错不了的事儿，我都记住这句了。您再来两句，稳坐中军帐。洗洗一得帐，洗他干嘛呀？等候稳坐中军帐，等候更健康。不用等，等一得帐。稳坐中军帐，等候一得帐。
揍我！得揍我！扛起来些，扛起来的，扛起来的，空来什么叫四鸡头？四头什么？大雷唱，大雷，大雷，唱唱他妈蹦蹬唱，你妈那叫蹦蹬唱，快点哇呀呀嘿！不够你忙叨的，我挖呀，我挖呀，你妈这一片你都挖，你不以前新东方的吗？开挖掘机的，我认识你。蓝翔才是挖掘机呢。烦死了！因为我错，我对不起唐国强。可以了。算了，我也不挖了，直接打家伙吧。唱浪，唱浪才来，唱浪才来的，唱浪才来的，唱浪才来的，唱。心中恼恨诸葛亮，唱。做事不与谋商量，唱。怒气不息把我张狂，唱。哎呦，浪才来的，唱浪才来的。唱浪才来，唱诸葛亮啊啊哟，咬人呐，指我就咬你，快快还谋的大雄王，痛呸，可闹啊，痛狂，可恨呐，大仓，呵呵，可闹啊。痛狂，可恨呐！大仓，不实，可闹啊！痛狂，可恨呐！大仓，你饿了？我咬你！我怎么了，大黄？您到这儿说话呀？啊，山人宋之公。哎呀，我是张飞。宋张飞。哟，你宋张飞不接李逵呀？接奎奎。你是个司机是怎么着了？你这个，啊？到这儿就这么一句，三将军进的保障，怒气不息，你为者谁来？我知道是这句，你知道这句不唱我不知道搁哪儿，就搁这儿啊。倒聊吧，都聊半天了。No problem, please sit down。可闹啊，恐慌，可恨呢。大仓，三将军进的保障，怒气不息，你为者谁来？诸葛亮啊，怎么样啊？我就围着你来，你围我来，扎扎扎，欧巴，一点都不累，不累怎么这声啊？就是有点上不来气儿，就是那个开心，真的愿意在台上这种挥洒汗水，愿意在台上这种跟观众这种其乐融融的感觉，是，因为我觉得我就是为舞台而生的，让我演出就是我最大的荣幸，能给观众带来快乐是我毕生的荣幸。我真是这样的，我前一段时间没有演出的时候，在家自己都快憋疯了。我觉得不演出我就是一个废物，什么都不会。演出了也差不多。我还觉得我在台上的话，我还觉得能挥洒汗水，这种滔滔不绝、口若悬河的感觉真好。真是就是能演出了，我觉得哇，喜欢这一方舞台，是喜欢现场的所有这种感觉，这种欢声笑语，氛围很好。直到不能演出，我才发现什么呀？真的是没有收入。你这还，你这包袱在这儿，哪有包袱？真情实感，对不对？这个也是啊，这大伙喜欢的，我们就多演点。哎。啊，不喜有人点唱歌了是吧？唱歌是吧？待会儿唱一唱好吗？来，那个，我喝一口水。哎，那个别走，我不唱了。哎，再给个机会，别走，待会儿嘛去？
好好的，好好的啊！哎，我这是留客人的一种方式。嗯，没听见说过。这个我来，我给我来瓶水，好不好？今天呢，也不是外人，我到时候大伙给炫一个啊！一秒喝完啊！真的，预备，开始，一。您这一秒哪儿喝完了？这是什么？不可能，这水有问题，水有问题，里边有结晶体。没听说过，人家是纯天然的。不可能，谁放冰糖了？呵，放冰糖了不行，知道为什么吗？啊，因为他糖尿病。谁信？润润嗓子。来了，想听什么？小娟儿，冬天树叶飘雪花，外婆桥前等小娟儿，桥上的我在等待，一晃过了十年咋还不回来？小娟儿啊小娟儿，你在哪边儿？咱家的酸菜已满缸眼儿，小娟儿啊小娟儿，你还记得吗？咱俩从小一起唱的那一段儿，哎呀我的天儿啊，破鞋露脚尖儿啊，老师让我交学费啊，我说等两天儿啊，没钱我光脚丫儿啊，外边飘雪花儿啊，邻家小妹瞧见了是眼泪含眼圈儿啊，她是我的心肝儿啊，起名叫小娟儿啊，闭月羞花沉鱼落雁，比我胖两圈哎，这是原创歌曲，对啊，代表作是吧？这是我的一首歌，嗯，啊，大实话。好，你让你唱大实话呢，因为德云社唱大实话的都已经故去了。说话刘德，来啊，这我来不了，这是郭老师的这个保留曲目。对了，那个确实，那别着急，因为德云社来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代表作。哎，对，然后比方说像我呀、啊，这个小娟儿，嗯，你看我岳哥。就是那个岳云鹏都知道，五环对不对？啊，五环，还这么齐啊！是你翻场还是他们翻场啊？到了他们连连唱的环节了，没听说过，人家叫。翻过了一座山，越过了一道弯，辽东白云蓝天蓝，望眼平川大步迈向前。对，不一样啊！还有那个我们那个辫哥哥也有这个代表作《看清水河》。嗯，那。桃叶尖上尖，柳叶就遮满了天。不一样啊！再起为这个名啊公，细听我来言呐、啊，此事哎，出在了京西蓝靛厂啊。蓝靛厂的这个火器营有一个宋老三呐、啊，提起那宋老三，两口子卖大烟，一辈子无忧着儿，生了一个女儿婵娟呐、啊，小妞儿哎，年长到一十六啊，娶了个乳名儿，荷花万字叫大莲呐、啊啊，秋雨就下连绵，
双江那清水河，好一对多情的人，双双就跳下了河呀。痴心的女子，这多情的汉呐，变成了小曲儿来弹清水河，变成了小曲儿来弹清水河。弹清水河，弹清水河。啊，还有妹妹来看我，这首也是我的代表作。妹妹若是来看我，不要从那小路来，小路上面的毒蛇多，我怕咬了妹妹的脚。妹妹若是来看我，你就从那梦里来，梦里只有你和我，想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呀你要、啊、你扫哥哥的二维码。还有我师傅也有代表作呀。师傅代表作多了，哪个呀？叫小帆。哦，那今儿我们可来着了啊。今儿就今儿了啊。啊，听你不唱的，大伙也都听过师傅叫小帆，而且我听过不止一年两年。是初听我还穿尿不湿，现在已是尿不尽。你就这半个月的功夫，真的真是，他以前高三就听这段吧，现在都三高了。嗯，哪儿的事儿去？真是叫小帆，谁不会啊？我师傅多少年了？不是郭老师唱的好，你我听这么多年，我白听啊！真逗，听跟唱是两回事。今天让你开个眼儿，听着啊！行行行，你唱我给你搭腔好吗？叫小帆，来来来来，清清嗓子，卖卖力，来啊！嗯。一见公主到林间，不由得本宫喜心间，站立宫阿门，我的庆墙叫小娟儿，娟儿啊，再来一首自己唱，哎呦，老狼来一个，老狼来两句，来来来，我来一个，来让贺伦歇会儿，大王来一个，我唱个京剧吧，好吧，木虎关，好吧。高楼爷来至在木虎关，偶遇娃娃将谋盼着送林内，本是那杨仙妹，娃娃你等做了押镖官，大战场见过了千千万，何况小小的木虎关，不叫你儿啊看，儿要看了不叫儿关，儿要关，哗啦啦啦打啊开了咱们大家看，真好真好。我跟你说，要不说捧哏的人家不指挥嗯啊这是哀海忧河别听疼，不光是这、嗯、您先等，您先等，后边没那么多字儿，真的、啊、就都以为捧哏的在台上只会装傻卖名，对不对？不是这样。刚才打了一个水嗝，那嗝都那么水卖萌哈、啊、人家也真有能耐，真有实力，怎么样？这我不是拍马屁吧？你这看您这拍我脸，有能耐有实力，我们也是爱唱爱研究，都在台下私底下下了很多的功夫，是，也希望就是给大伙展现一点新的东西，嗯，比方说现在流行什么呀，我们也都在研究，比方现在流行什么 rapper 是吧？我都我们什么东西什么东西，就嘻哈嘛，嘻哈说唱，都管我叫 rapper， 你也是 rapper， 他也是个 rapper， 我看你不是 rapper， 我是 loser。你是个傻子，你们来了，你这你扫货，你还会唱这个啊 ？rapper 地下八公里，地下哟呵，你可以啊，那你唱让我们听。我们都是给阎王爷唱的，那你别唱了，今儿都没带纸钱儿。
这我们都组合地下八公里来个说唱吧。来个说唱吧。自己的对自己编了一段说唱。那我们听自己来介绍这门 freestyle。现在讲的 freestyle 吗 ？freestyle。对对，这就是那 fail style， 就那玩意儿。啊，行，你 fail， 你赶紧唱吧，赶紧唱。就是双押单押呀，对对，我说 A B C D， 你说 E F G， 我说阿波茨德，你说阿佛哥，我说喝一季科，你说勒么呢？那你就记住了，一共是26个字母。我只是告诉你这个啊，来吧，来一段啊，就喜欢这段啊。大半年了没见你们，心里甚是想念，站在台上要说不想那是一种欺骗，一日不见如隔三秋，真的不是传言，不能演出我们也是真的没法挣钱，在台上玩说唱真不是我的本意，只想告诉大家我一直都很努力，展示一点新的东西，拉近咱们的距离，让你们感觉这样的贺伦并没有太过气，我不是你的姐姐，我不会乘风破浪，站在舞台之上我只会说学逗唱，没有资深背景不能扶摇直上，更没有儿图爱图蠢图那么高的情商，我只能告诉自己必须要天天向上，成为他们的榜样，都拿我当偶像，说出张鹤伦三个字都异常响亮，张鹤伦你很棒，你的未来光芒万丈。几点了？七点。好嘞，好嘞，好嘞。那个服务员，把明天的票收一下。好吧，这样我给大伙唱一个，唱我自己的一个单曲，啊，那个来一首《你的蝴蝶》，分享给大伙儿。阴阳师 ，music。好了，今天忘给阴阳师送钱了，谢谢大伙啊，感谢你们来到这里，感谢你们捧。德云社，感谢你们喜欢张鹤伦，谢谢你们。真的玫瑰从南走到北，一到了天黑，危险又很美，迷人的香味散发着暧昧，让人心碎又让人心碎。带刺的玫瑰会叫人宝贝，一到了天黑，闻香又很美，迷人的香味散发着暧昧，你是我心中擦不去的泪水，我是你的蝴蝶翩翩飞，来到你身边不顾一切，风里来雨里去，寻你千百回，今生今世与你长相随，我是你的蝴蝶翩翩飞，来到你身边不顾一切，风里来雨里去，寻你千百回，今生今世与你长相随。谢谢，来打开你们的手机的闪光灯好不好，找一种演唱会的感觉。今天呢，特殊原因，因为剧场那个上座率啊有限制，所以呢好多人都没有进来，但是能来的咱们就是缘分，来了咱们就开心，咱们就快乐。带刺的玫瑰，对的蝴蝶翩翩飞，来到你身边不顾一切，风里来雨里去，寻你千百回，今生今世与你长相随，我是你的蝴蝶翩翩飞，来到你身边不顾一切。好尴尬，长相随，心中都与你长相随。结束了，还没有结束吗？还要还来吗？人家剧场演出是有时间限制的，一会儿罚款罚你们啊！来，全体演员都上来吧，好不好？
来，有请那个今天的部分演员哈，有请老师们闪亮登场。来来来，咱们那个挨个介绍一下啊，这个头一场我们演出的这个叫于鹤珍。哎，这位呢是我们的大爷，知道我们年长的叫杨进明杨老师。啊，然后旁边这个叫猪猪啊，捧哏巨匠朱鹤松。哎，接下来是我们的兰兰，叫靳鹤兰。夹杂的委屈啊，受到了捧哏的挤兑，但是在台上仍然屹立不倒。啊，旁边这位是高九成啊，石家庄九蒙子高九成，六队的二十分钟之后的酒神。旁边这位我六哥赵云霞。啊，好，今天的演员都介绍完了。哎呦，对对对，还有一只，还有他的外号是。我的好搭档郎和言，下面那个都喜欢喜欢谁呀、啊？大伙给展示展示，好不好？啊，人说点猪猪，来，我先来吧。啊，好，来来来来来，我替我搭档来一个啊，来了。我搭档平时唱歌唱的不是特别多啊，我搭一个，因为我爱听歌，可来。啊，那能来啊？能来啊！哦，我就爱听歌，因为当下比较火的歌我都喜欢。嗯，我给大伙儿唱一个当下比较火的粤语歌。哎呦，太好了啊！会粤语，粤语对越南语，啊，粤语是越南语啊。当下比较火了，叫《牙套妹》。哦，太好了。啊、牙套妹，奈何妹撒，妹妹有这样强大妹腿，找个美国牛空抱着夜色。走了你快点咋了没咋太母人道。挺好的呀，这个挺好的韵味，非常好。这是错错错那歌是吧？废话，好棒啊，觉得这个来，猪猪猪猪来一个猪猪。因为确实这金仙唱的歌曲啊，确实是是不是确实是的，这个稍微啊，这个旋律深入人心，但是大伙听的是一头雾水。像我朱鹤松回到我的家乡演出啊，我绝对不能唱的这种歌曲。哦，你是不是说嫁到武汉了？这我的家乡，我家乡啊，是家乡父老养育出了朱鹤松，我是喝长江水长大的宝宝啊。哎呀，上次他去哈尔滨说是喝松花江水长大的。给大家展示一点这个相声的基本功，大伙儿熟悉朱鹤松都知道，朱鹤松这个绕口令说得非常的好，我特别擅长说这个绕口令，给大家来一个简简单单的，大家试一试我的味道如何。绕口令顺嘴溜，四门三桥五牌楼，出了边门还要往东走，狗啃又搂，搂又搂，太母运动。哎呦，这真有这新鲜的，哎，要不说人要不要脸，鬼都害怕呀、啊。挺好的哈，很有自创能力哈。这个，来六哥给大伙来一个。谢谢大家，我跟那个伦都是东北人，唱个东北小曲吧。还好，东北小夜曲《月牙》。哎，天上升起一弯月牙。牙儿弯弯，正把那个月光洒。人都管月牙儿叫月老，月老儿转把，准把那个红线儿扎。红线儿扎起
两颗心，两颗心从此就在那个一疙瘩呀，哎哎哎哎哎呀，哎，非常有韵味。这个来，这个我们的那个大爷，我们大爷来一个，大爷，大爷来一个，大爷给我们展示一个。欢乐满大厅，演员显其能，来到武汉城，我叫杨进明，可以鼓掌了。谢谢。唱两句那个，我因为我来自天津啊，唱几句天津京东大鼓，好吧？今天的观众特别热情，我一上台就有掌声，对您的掌声表示感谢呀，杨进明给您的鞠上一躬啊啊！谢谢大爷，谢谢大爷，真不容易啊！大爷今天已经七十多高龄了，真的还能活跃在舞台上，真的真是看一眼少一眼，我跟你说。玩笑啊，祝大爷健康长寿。这个贺真，贺真来一个。这个我给大伙儿唱一同仁堂吧。哎呦，还太好了，你看看。哦，刚唱完。是。这个变来了。六哥东北人唱东北小曲儿，杨大爷呢天津人唱天津的。哎，武汉的刚才也唱武汉的了。嗯。这个我是北京人，北京有一个曲艺形式叫单弦儿。单弦里有很多曲牌，我给大伙儿唱一个小曲牌，叫《俏东风》。哦。朔风儿冷，雪花儿飘，寻梅的老叟过灞桥。欲往前村把粮棚放，转山环举目瞧，不觉来到草团飘。现在能唱这个的少之又少，知道的都是凤毛麟角，真的好好活着啊。这个来，这个九成，九成来一个，来石家庄酒蒙子。你给我报一个石家庄的，河北是吧？啊，那我唱一河北的评戏。哟，评戏唱一个大伙基本都听过的，哦，常听相声可能都听过这段，叫什么来着？啊，对，就这个啊，就唱这个了，一唱可能就知道了。并非是儿臣以小犯上，有一辈古人也作比方，楚庄王有道世人正，四京安静守封疆，和功臣设下了太平宴，君臣欢聚饮琼浆，直到在黄昏星月将，秉烛辉煌照殿堂，许娘娘许娘娘敬酒见台上，忽然将狂风吹灭烛光，小将唐娇饮酒过量，他顺手牵袖放轻狂，他顺手牵袖放轻狂，许娘娘则应敬小将，他就顿步低言奏庄王，庄王命文武把官应则去，先饮杯中酒，然后秉烛光，别走，他在德应会上放小将，国事之心为损，上到后后来，哎，庄王伐郑带兵西上，那唐娇舍命保家得姓杨，不是君王海亮怎的小将，保朝纲前朝古今朝事俱是一样，我的老皇夫王，哎，
望皇父明鉴细思量，今朝要斩你就将儿斩，留下秦营保大唐。九成唱的太有味儿了，真是在德云社我们这个单位来讲，能唱的这么有味儿的其实也没有几位啊。这个评剧来讲呢，我师父之前也唱好多评剧，大伙儿其实也挺熟知评剧的。比方说电视里边大伙儿总听那个赵丽蓉老师曾经唱过的，我做的是焖肚炒肉溜鱼片，醋溜腰子炸排骨，松花扁担的白莲藕，海蜇拌肚的滋味足，四两四热那个八碟菜呀，白干老酒味，烫一壶酥四方，路迢迢水长长，我做的饭菜到底香不香，香不香。当年的一段经典哈，这样咱一块儿给大伙唱一个好不好？来，往前来了，好吧，咱来了啊，咱们唱一段那个劝善歌。啊，来，会唱的咱往前站啊，头一段我先来啊。哎，预备，走。混沌初分实在难消啊，谁知道地多厚，天有多么样的高，日月穿梭催人老，有争名把力劳，难免死生路一条，八个字造就命也该找啊，八个字造就命也该找啊，树大那根那深要扎稳牢啊，人手这个教条武艺高，熏陶三边吃甜水，劝民工你们人为高，千万别把那个小人笑，小人他过河就拆桥啊，小人他过河就拆桥啊，君王有道乐也逍遥啊，十万里江山扎得稳牢，文官能忍戴纱帽，武将忍穿蟒袍，赤亮当兵也得忍着，似这样太平景象谁都乐逍遥啊，似这样太平的景象谁都乐逍遥啊，庄稼人能忍祈祷贪黑，土房子搬你防备那个雨来吹，地要是过了多加点儿料，顶星星带月归，耕种出跑好几回，到秋后收粮合家喜双眉呀，到秋后收粮合家喜双眉呀，大千世界南北西东，三寸舍六方台，娱乐升平纸山，轻摇谈天下，春花秋月冬雪风，留着残荷听雨声，冷眼看浮生如梦，烟雨化飞龙啊，冷眼看浮生如梦，烟雨化飞龙啊，走过了三川六水大海大江啊，看惯了灯红酒绿世态炎凉啊，争什么多来论的什么少，冲好汉你逞刚强，金银财宝梦荒凉，倒不如德云社开心笑一场，愿诸位你们招财进宝喜气洋洋。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今天的演出到此结束，感谢您的光临，朋友们晚安。你的热爱正在热播。